先你来。一万位，对吧？好，那就再接再厉。好，九。九几位？百位。九，百位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换人了。张泽阳，好利索，五五，来几位？千位，五，千位，对不对？不对不对，换人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在对方错误的同时都要记忆的，这一位不在哪一位，好吧？要算一笔心头的账，再来。有好五五又见五，百位，刚才千位已经被排除掉了，所以你选择百位，尊重选手五百位，有没有？有。现在选手除了要小心炸弹，还要小心已经见光的数字。怎么讲？如果选手再抓到一，再抓到五，算作废球，放到台面上，而且换人来抓，好吧？小心排除干扰因素，再来一手。来了，九九九，十位，九十位，有没有？换人来做张泽阳，你的机会又来了。呵，五废球，废球，遗憾遗憾，换人来做。炸弹，被炸一次，来了，再换人了。哎，人家被炸，你高兴了。哎呦，脸上洋溢着对方被炸的喜悦啊！来，一嘿，我说那个是挨炸，这个呢是不断的抓废球，已经没废球可换了。来，换人了，刘嘉佑，六。千位，六千位有吗？没有，换人，加油！